干嘛呀你？哎，我吃一个不行吗？我还不够吃呢。他这是要干嘛？我爸做的，你休想吃到。来来来，煎蛋来了。还有煎蛋啊？哎呦，谢谢爸。哎，什么谢谢爸？爸给谁的？我宝贝儿子想吃，给我儿子。听到没？给我的。儿子，你慢慢吃啊，爸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大惊喜。还有惊喜啊？等着啊。看到没？他不愧是我亲生的，还给我准备好吃的呢。哎。就欺负我一个外来人啊！当时说了一万句要对我好的。儿子，啊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哇，鸡腿饭了吧？鸡腿饭、鸡骨头饭，套路。你不吃啊？我不吃。哎呀，儿媳妇儿，哒哒哒哒，谢谢爸。不是，那等我啊！你就吃，你就吃这个吧，你喜欢吃这个。是吧？你看，乖乖。这爸给我的，你问刚刚爸是给我的，你问他给谁的，换过来。好好好，那给哥哥儿子，你吃一个不便宜你了，便宜你了。这都给我的，这个给你。都给我的，吃东西，吃。哎呦，这么多鸡腿啊！嗯，一三五七九，九个鸡腿。我吃点夹馍也挺好。想想真是便宜他了。这个夹馍还挺香，儿媳妇会吃啊。嗯，真香啊，这鸡腿。我这玉米夹馍也挺香。再来个香蕉，是吗？你们不吃。不吃拉倒，给你也是浪费。今天的香蕉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鸡眼有点涩。这个玉米夹馍好好吃啊！啊，真香！我吃了鸡腿饭喽！哎呀，大哥，你看他一会儿那个汗拉子都流你裤裆里。你省得又跟你抢，爸就做了这一份，对不对？你留到最后吃痛快，吃爽。那我留到最后吃。对，你爱吃，你爱吃。我这傻儿子可真好忽悠啊！鸡腿饭，想想就香啊。爸，这个也太好吃了，我感觉啊，一点都不输鸡腿饭。可这可不，能跟鸡腿比啊？嗯，是。我觉得比鸡腿还好吃。可不是嘛，我的鸡腿好吃。哎呀。爸吃一个，看爸的馋了。爸也吃一个，加个生菜，做个中式小汉堡。哇，有肉有菜的。好吃的吧？吃快点。嗯，好。哎，真香呀！爸，我给你做一个。哎，你给我做一个，爸尝你的手艺。你看，有蛋。有菜，给你再加点土豆丝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太香！看着确实好香啊。嗯，好吃啊，爸。你真会研究啊。嗯。嗯，太香了。好吃吧？好吃好吃。我以前在乡下就这样吃，这个还是膳食纤维，吃多了对身体还蛮好的吧？还是儿媳孝顺啊。嗯。嗯，太香了。别动了，行了，烦死了。早知道鸡腿饭和玉米夹馍，我都要。最后一片肉，看得饿得不行。哇，再来点菜，简直不要太美味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爸，嗯，你这个太好吃了，真的，它吃起来，你看每一个都是这样，超级松软，关键是啊，还有一股满满的谷物香，这玉米味特别特别浓郁呢，爸。
你怎么做的呀？这爸买的。买的呀。嗯，爸妈会做。这么好吃。嗯，爸你花不少钱买的吧？哎呀，不贵。来，你们让一下。爸给大伙也介绍一下。我儿媳妇吃的这个啊，就是我手里拿这个玉米夹馍啊。你们买回去之后直接放冷冻里面就行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蒸锅上蒸个5到8分钟，蒸熟了蒸透了就行。它这个满满的膳食纤维啊，像他们大鱼大肉吃多了来点这个特别合适，而且不管是你单吃还是夹着这个鸡蛋呀、土豆丝呀、卤味啊，都特别香。现在还有活动，9.9元这么一大袋，还给你们包邮到家，喜欢的哥哥姐姐们去拍啊。这么划算、啊、这也太划算了吧。多买点啊。行。嗯，真香啊。哎呀，你吃快点，香香香。我吃了鸡腿饭了。你快点去洗碗吧，我儿子忍不住了一会儿、啊、你赶紧洗碗去，赶紧洗碗去，洗碗去。一天天的。哎呀爸，那我吃我的鸡腿饭了。是大鸡腿。哎呀哎呀，什么情况？不是你，是不是我亲生的？你给我滚，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我和我儿媳妇过。今天逗逗老婆吃个烧鸡，今天你吃黄瓜去吧。大烧鸡归我了。老婆吃饭了。来了来了。哎呀，哇，老公、啊、今天的菜系这么丰富呢。对，有肉有蛋，然后这里面嗯，你看一下选哪个。哎呀，我还选什么选啊，我肯定相信你的嘛，放我面前就选它。不是，老婆，你选这大的，大的里面有好东西特地给你留的，你搞错了。哎，你选这大的，你选这大的。大的有好东西？那肯定的啊。哎，我能选小的呢。也是啊，我看看是什么好东西啊。哎，啊，白面条怎么是好东西了？这白面条怎么吃啊？老婆，有肉有蛋，你配着鸡蛋吃面不香吗？你还有辣酱，哎，好东西呢。该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没有，赶紧吃吧。行吧，那我先将就一下吧。来来来，什么蛋吃了？哇，那我就陪你好好宴一场。媳妇吃的好香啊，算了，为了我的烧鸡就忍痛割爱吧。等媳妇吃饱，她就不和我抢了，到时我一人独享大烧鸡。这吃的可真埋汰呀。辣酱得拌面。拌，帮我拌一下。这辣酱还真哈翻。多吃点啊。哎呀，那你别说了老公。啊，这辣酱配着鸡蛋。绝了。那肯定，你拌个面条拌个馒头都香，吃吃真香啊。老婆喜欢吃就好，反正这辣酱也不贵，我下次多买点。肉也都是我的。嗯，香吧，特别香。你吃不吃啊老婆？我不吃，多给你多给你，多吃点。都给我了啊。啊啊啊！我可是给过你机会了，你不吃那我也没办法。今天我是在必得，终于吃上一回好的了。放到我面前来嘛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嗯，老公再开一罐行不行啊？啊，好好好，这么好吃，你别小气嘛。只要能让媳妇吃饱，再开一罐我也愿意。好吃啊。今天肉吃过瘾了，老公这是自作孽不可活，可不怪我。太香了。一点汤汁都不留啊，媳妇儿可真能吃。老公啊，这面条嘛看起来还是没什么食欲、啊、还是想看看你的是什么东西。不是，你好吃的都吃完了，你还没食欲？哎呀，你赶紧吃吧。哎呦，行吧，那我吃了啊。还不知足。嗯，我知足知足，吃了啊。这卤味好浓啊。今天我哪也不去，可得看好我的烧鸡。赶紧把烧鸡吃了，趁老公没看见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媳妇儿赶快吃饱饱，一会儿我就可以吃我的大烧鸡了，想想就开心。造孽。烧鸡配辣酱肯定也很香，这肉味就在我鼻尖似的，越来越浓郁了，我都迫不及待想吃了。你别笑，做一个专业的演员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
熄火了，不叫你他妈活着。你做困骨头期吧，把剩下的面条也吃完，一点都不能给老公生。饿了不行，想吃根香蕉。有香蕉吃都是便宜你了，看你以后敢不敢吃独食，这次就当给你个教训。香蕉一点也不顶饱，老婆咋吃的这么磨叽，我这肚子都快饿扁了。老公又没了。啥？你一顿饭要吃几罐呀？这好吃嘛。那不是有袋装的吗？嗯，拆个袋装。你怎么这么小气？哎呀，那个送的嘛。哦，来来来，这个分量也很足的。哇。怎么就找了这么个母猪，一顿饭要吃家里一半粮。你别说，这个辣椒面太下饭了，连搭配这个白面条都这么好吃。那肯定啊，不看谁买的。朋友们，你们真的要去试一下，这个辣椒酱真的特别特别好吃。哇塞，你们看它里面啊，都是用这个香菇跟辣椒炒制而成的，非常的鲜，它这个吃起来鲜而不腻。鲜而不腻，辣而不燥的，特别下饭，特别好吃。这个还不止啊，现在下单有活动的，你们看，哇塞，到手了，这么一箱里面整整是十罐的啊，然后啊一罐还不到2块钱的，现在下单有活动，19.9块一箱十罐还不止，再给你们啊多送10包这个辣椒酱，哇塞，特别好吃了。平时啊我们用来搭配米饭、馒头啊、饺子啊、面条啊，越吃越过瘾，真的特别下饭。喜欢的哥哥姐姐们赶紧去拍一下啊！哇，这么香的辣椒罐，19.9到手10罐加10袋。对呀，那你多囤一点，这辣椒酱一看就很香，很下饭啊。我们配个馒头、配个米饭、配个面条都合适。知道了，多买一点。配个烧鸡也行。点赞。要不是我提前看见了，到现在我还被蒙在鼓里呢，想想就气。我还吃。好吃啊。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吃饱了，那我吃了。你吃呗。哎呀，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你有大烧鸡啊？黄瓜。我的鸡呢？鸡在这里，慢慢吃吧你。老婆，你猪一样。